号称30年陈酿，实际只有3-4年，零售价198，成本价28。四川宜宾年份酒充斥市场。如果你不怕的话，你要我给你打个行不行？年份酒到底是什么酒？有多少以假年份酒之名横行？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到了那种就像好像那种不可收拾的那种局面。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石油价开始回落，对。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在今年的 CCTV 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题。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这两天呢，我们连续报道了赖茅酒乱象和四川泸州用食用酒精制造年份酒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年份酒。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省宜宾市在中国白酒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授予宜宾中国白酒之都称号。不过近期我们的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在宜宾同样充斥着大量的年份酒，这里的年份酒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9月底，记者赶到了被称为中国酒都的四川宜宾。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是这里浓香型白酒的加工集散地。公开资料显示，现在全镇有7家企业在生产白酒，其中有2家酒厂在生产纯高粱酒，年产量在270吨左右，其余酒厂则是生产基酒，也就是用于勾兑用的原浆酒，年产量在1300吨左右。走在李庄的街道上，就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酒庄在销售当地生产的白酒，扑鼻而来的就是浓郁的酒香。记者随即走进了一家当地白酒的店铺——华尊酒庄。这个是30年陈酿。是30年。对。是这酒放了30年了，还是说？放了30年的。酒具备的是年前纯净的，就是我们俗称的是呢，酸甜苦辣涩，这里边都有。只要你感觉到这些口感，而且这个口感呢，它对那个没有刺激。这位销售人员指着埋在地里面的一个大陶土酒缸，告诉记者，这里面装的是30年的原浆酒，而且价格不菲。原浆的卖380。一斤算了吧，一斤500毫升，另外还有便宜的，还有便宜的，还有10年陈酿10块钱一斤的。就在这间不大的店铺里面，摆放了大大小小10几个酒缸，依照年份的不同，价格有着很大差距。销售人员还透露，很多外地客商来批发后灌装成瓶装酒，利润巨大。见记者一行对此话题似乎很感兴趣，销售人员马上主动联系起了公司的负责人。不大一会儿的功夫，这位负责人就赶到了酒庄。那这款酒我们批出来啊，我们公司批出来是88英斤。然后到在他那儿，外面的零售一般零售价就是卖到168。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零售价，我们对他建议，有的他买198，有的卖178，他就是根据他当地的情况。随情况。我们只是一个厂方，只是给你一个建议。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不假，蒲永亮一见面就告诉记者，这瓶在当地成本28元的白酒，拿到外地市场就可以卖到168元，甚至是198元，利润极其丰厚，并且市场需要多少，他们就能提供多少。那么这些年份酒到底是什么品质？怎么会有这么大量的年份酒呢？像这个酒，10年陈酿的，从我们厂方出来，我大约可以在25块钱一斤拿到。通常情况下，白酒因工艺不同，酿造过程中出酒率大多在25%到45%之间，也就是说，2到3斤粮食才能出1斤酒。换句话说，按照现在南方市场上高粱酒平均售价每斤1.5元进行计算，光酿酒的高粱成本就需要3到4元以上，这还根本没有考虑人工、设备、存放等等成本。而眼前这种10年陈酿的白酒，每斤的销售价格才25元，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真正那只是用了这种十多二十年的老酒来调味。哪个厂家敢拿这种十年的酒才卖这个价格？如果要真正十年的原浆的话，能卖多少钱？现在可以说早就没有了。我们厂里跟着基酒，最长最长跟着基酒，那就是五年多，不得了了。哦，就没有就是。任何厂家就没有说。这我跟你说。我明白明白。你到任何一个厂家，他跟你说什么十五年、二十年？知道知道。除非他有调味酒，像我们有几吨调味酒，那是每年都在储存，但是那个不多。其实真正的粮食酒，它酿出来，只要放上四五年，反正那就很好喝了。对老师，你说的是对。如果要放上十年，你这有没有啊？有，但是特小，但是那个价格，我跟你说高得很。在交谈过程中，蒲永亮明确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工厂根本就没有十年以上的原浆年份酒，最长的也不过四五年。之前那位销售人员宣称的三十年的年份酒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他向记者推荐的这种酒是新产的基础酒与三年陈酿混合后的白酒，才会出现每斤25元的成本报价。这种像做金卡这个包装吗？一般哈，我们建议你就是就那个24块钱一件的，每瓶投4块钱，足够了，就可以这个包装。随后，蒲永亮又向记者建议，要把包装搞得好一些、高等一些，才能卖得高价。按照他的建议，从他这里购买一斤25元的白酒，再加上瓶子、外包装等诸多费用，这一瓶的成本不到37元。而他认为，这样的白酒在北方至少要卖到300元以上的价格。不过，在谈到如何在包装显示出酒的年份问题上，他显得有些犹豫。这样的，我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你要到10年、15年，上面一打一个十字就可以了。对，现在目前的操作还是这样。这么简单。比如说我拿给你的是10年的这个优级酒，你就可以这样。在这里搞一个15，或者再装潢一下，搞一个这种圈，把它圈上，那就足够了。我只是写了一个数字。蒲永亮反复强调，可以标示出数字10、20，甚至是100都可以，但是不能体现出年份的字样。不过，在进一步沟通之后，他最终表示可以这么操作。如果你不怕的话，你要我给你打折，我就给你打折。啊，那就放开说。20年陈酿酒是不是可以？可以。你非要要求打折，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商量。就这样，一斤在这里售价25元的普通白酒，再加上豪华的包装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变身为10年、20年的年份酒流向市场。那么，其他年份酒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记者又赶到了李庄镇最大的一家白酒企业天乐酒厂，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进入了厂子的包装车间。你可以看一下，门口慢点。是拿安徽籍的客户的，安徽是接盘的这个。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包装的是他们给外地客户贴牌加工的产品。在包装车间的门口，记者见到已经包装好的箱子，外面标注的商标是天酿，而生产的地址则是安徽的一家公司。二两的，这品质对他的要求还比较好。一个品牌的，一个看一个牌子，做了他的一个系列。在包装车间内，记者见到工人们正在装箱的是2两装的白酒。仔细观察，记者在车间内还发现一个标有10年陈酿的包装瓶。这个就是经典窖厂10年的，它这个是根据你酒的等级，比如说你这个酒是什么档次啊，然后就来定一个这样。随后，记者见到了酒厂的厂长谭思远，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销售白酒的利润空间。我们这边那个高端的也就是40，中端的也就是20，低端的也就是10多块钱这种。一般高端的如果零售啊，就是200多、300多这种，都有这种做的。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谭思远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推出的一款老李庄30年的窖藏酒。啊，就这款，这款多少钱？那个我们中端价就是198。我是现在你拼你就走呢？是啊，走的话。
120多万，你看120万130万，应该是。这个方便透露一下，这个成本大概多少？哪个？这个酒水款。那我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酒水，就是35这个酒水，就是酒这种酒水，在包装是多少？我先清楚。成本每斤35元的白酒，包装成30年的窖藏酒，就可以卖到200元的价格。那么，他们就不怕消费者提出质疑吗？这个没啥反，这个没啥不了不了。举件举例呗，我刚才说我这酒比很多那个什么打个打个2、3、4、5人家那种，我觉得比他这酒还好得多。因为我这边咋说呢？因为我这边是加了不是，虽然三千克怎么会怎样打？因为我们这边留学老，这虽然3000的酒没有，但十多年的酒这些调味酒我们都加进去了。谭思远这里说的调味酒，指的是通过延长发酵时间等方式生产，又经过长期陈放，用来稳定与调整酒体风格的酒。即使是真的用了十多年的调味酒，那又会加多少呢？谭思远并没有透露十多年的调味酒能加多少，他只是强调原浆酒只要能放上几年就已经品质不错了。你看喝的一般就是我们最高中层成品呢，已经是3年。但是比如说包出来喝在土里边的成品呢，那你多起来的也就。那是加了一种老酒这种成分，加了一部分。你比如说我的酒，实际上我打的是这个老酒庄的话哈，我可以说它有30年，为什么呢？我用了部分30年调味酒。就这样，生产出来3年的白酒变成30年窖藏，而且还可以选择成本更低的白酒。这三个这是20，这个是20，这是28，这是35，35四星的28，这是20，这是15。选好了白酒之后，谭思远同样建议记者要在包装上多下些功夫。但我觉得人家定位成10年中端要卖200多的一种，我觉得你的包装可能就35，你知道得另外再花20做包装。行，我们的建议，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你这才能符合这种身价。10年呢？10年肯定就便宜点嘛。你说这个都花20多，到那个就差不多就是10多块钱。至于如何在外包装上体现年份酒的问题，这位企业的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马上包完，咱们全款2000，马上拿走。那就是你的意思，还是可以打？但可以，但实在没但也可以打，没办法，你们必须要打。我这也没办法，我说有生意来我不做，但是这种可能我们要冒着风险。3年的白酒摇身一变就成了30年窖藏，批发价只有28元，到市场就能够卖到198。面对酒厂不遗余力的推销，不由得更让人对这些白酒产品实际的品质和真正的成本产生怀疑。市场上到底有多少让人雾里看花的年份酒？普通消费者如何分辨清楚年份酒的真假呢？所以说这里边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企业在这个年份标注上有随意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说才导致了市场或者消费者的一些质疑。眼前这位指出年份酒存在造假问题的人，是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秘书长宋书玉，他所在的协会负责对行业发展进行指导，同时受有关部门委托，参与白酒类产品的技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实行监督，开展行业检查、行业评比。宋书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近年来在市场上却有不少白酒企业随意标注年份酒、窖藏酒，白酒生产企业用这些概念来欺骗消费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这一点，行业协会和业内很多人士早已了解。但是这些在基本上是在小企业，小企业，因为白酒呢，这个小企业呢比较多，全国这个小企业呢这个数量呢非常多，所以在小企业在这个标注上，在年份酒的标注上，它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市场，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事实上，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有的酒厂刚刚建厂，却宣称自己销售15年、30年的年份酒。这些年份酒乱象的泛滥，也引起了酒业协会和业内人士的担忧。怎么讲呢？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些现象，我们是非常担忧的。
如果不进行一个很好的梳理和规范的话，对整个白酒产业健康的发展会产生非常大的隐患。同时尤其是从消费层面上来讲，消费者的选择白酒产品的时候他就很迷茫。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之所以会产生年份酒乱象，是因为从制度监管层面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来制定监督年份酒的生产。在中国酱香型白酒生产主产地贵州省仁怀市采访时，相关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所以说他要制这个年份酒的话，首先第一个要自家水的这个酒的基础的酒体怎么样，要设立这个东西。那么全国各地那么酿这个基酒的话应该是千差万别，不可能统一那个基础上来，因为它基础不一样，那么你要学的这个调味酒一肯定都不一样，这酒种都不一样，那么你那个酒种的都不一样，然后它的那个年份酒体不一样啊，年份一肯定就不一样，比例一肯定不一样，有这么多不一样，谁能够把它统一到一个国标上来哈。事实上，早在2007年底，剑南春酒厂就研发出我国第一个鉴别白酒陈酿年份的方法——挥发技术鉴别法。在国家相关标准迟迟未出台的情况下，剑南春的挥发技术鉴定法很快引起了业界的重视和热议。但是，正像陈怀元指出的一样，由于酿造方法的千差万别，这个办法并没有得到业内的认可。检测标准的缺失，从而导致相关监管部门在监管时不断面临尴尬。在贵州省仁怀市，管理部门一直在打击年份酒，但也是不断遭遇难题。由于国家没有标准，我们监管部门在监管的过程当中也是无法可依。你说他标示一个五年、十年、十五年，他打了一个小小的引号在上面是吧哈？那这个是很隐约的。但是你说你不准他打，你不准他打的依据是哪样？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相关的检测标准缺失的同时，年份酒的价格同样处于无人监管的空白地区，企业可以任意定价。非常混乱。现在因为是国家从80年代后期对这个零烟酒的这个价格放开以后，这个价格的这个自主权是归属企业，企业是没有标准的。对，所以企业就根据市场的这种供求关系，来自己这个确定这个价格。后来就是在这个发展的这个黄金十年的后期啊，就是有部分产品就有点不太理性了，就成为奢侈品，有好多人去收藏，去大量的囤积，就得会未来会大量的这个增值。这就是说，对于年份酒的年龄，该由谁来鉴别，该由谁来定价，又该如何鉴别，国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在这个技术难题的解决上有一个服众统一的方法。因此，白酒市场有关年份酒的说法目前并没有权威依据。记者在离开白酒协会的时候，宋秘书长告诉记者，今年8月20号，中国酒业协会正式启动了中国白酒3C 计划，也就是诚实、诚心、诚信三个词的缩写，加强对年份酒的规范。主要集中我们想解决中国白酒的真实性的鉴别，传统白酒中添加食用酒精技术的鉴别技术，传统白酒中添加食品添加剂的鉴别技术，年份酒的真实性鉴别技术。中国白酒3C 计划启动2个月来，已经有几十家企业陆陆续续加入。宋书义希望通过3C 计划，在2014年完成对年份酒的准入研究、白酒标准的系列修订工作。通过这个规范管理，向市场传达、向消费者传达，中国白酒年份酒的定义和中国白酒年份酒的标注的要求，通过这些呢规范，来使年份酒得到一个规范的管理。目前市场上到底充斥着多少似是而非的年份酒，到现在呢也没有任何部门给出权威调查和数据。不过有一点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年份酒市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乱：年份乱、品质乱、价格乱。面对乱象，中国白酒业有可能拨乱反正吗？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调查。欢迎回来。在白酒之都四川宜宾，一部分酒厂不遗余力地向外推销所谓的年份酒。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20年、30年年份仅仅是噱头而已。面对年份酒市场存在的诸多不正常现象，有业内人士提出，如果任由年份酒泛滥，白酒行业有重蹈乳制品业信任危机的可能。
对于白酒市场来说，一些小型企业随意标注售卖年份酒，让消费者真假难辨。那么大型企业对年份酒又是什么态度呢？记者联系了多家企业，但多数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最终，参与中国白酒3C 计划的发起企业之一，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了记者采访。10月8号，记者来到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一见面，总工程师杜小威就把记者带到了实验室。这个是70年代的酒，1977年的酒的二裂缸，这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90年代的。你看，这是2002年的，这个不同的年份酒，它的这个光谱图是不一样的。对于年份酒的测定，在技术角度并不特别困难，关键是确定标准。在参与3C 计划前后，他们已经在进行类似的工作。就是说，不这么多的企业组织到一起，又不这么多的国内的高校研究单位组织，大家共同来探讨，共同来攻关，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的。对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关于年份酒的种种现象，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建书曾进行过长期关注和思考。我觉得现在白酒的情况就和早5-6年以前乳制品行业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就白酒行业还是门槛过低，这个进入的门槛非常非常的低，这个企业这个太多，品牌太多，品种太杂，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门槛。当年的乳业乱象至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那么目前的年份酒如果任由发展，会对白酒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韩建书说，他们现在的回答就是实实在在做起来，积极参与相应的规范发展工作当中。我们这个承担的那个责任主要就是我们公司要组织一部分这个科研人员，配合这个行业协会的这个整体的规划，参与因为是这个行业协会，他会安排我们做一些哪些项目，什么时候做完，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呢去这个密切的配合这个协会那去那个跟进。韩建书说，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决定参与3C 计划，是因为汾酒的决策层对于整个白酒行业乱象非常担忧，希望尽快能够出台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就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到了那个乳制品行业那种不可收拾的那种局面了，或者已经造成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负面的影响了，再去整顿，就可能就对这个行业这种影响力就可能就会更不好，对致命，也可能是致命的。现在结合自身的酿造特点，汾酒开始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白酒品质的检测标准。就是等于是原酒这个品评组，我们有10个人，每天就是对我们公司就是100多个帮主的酒样来定，每个帮主都要品评化验。这种检测方式就可以保证汾酒从生产到出厂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检测。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产品出厂，现在公司啥等于105道这个参数，从酒的这个品评上就是啥，从它原酒小样就是放大样，包括我们就是陈装的过程，就是包装成那个过程，装了瓶以后，我们是每批都要逐批的都要检。对于业内来说，中国白酒3C 计划可以说是白酒业的集体自救行动，同时还是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真正行动起来的自救行为。事实上，中国这个老百姓是离不开这个白酒这个产品的，但是就是说是要更加理性的，或者更加这个行业更加理性的、更加健康的这个发展，确实需要我们企业、政府、科研机构来把这个产业呢更加关注，让它更加理性的、更加为我们这个百姓那个这个服务吧。有统计调查显示，在国内目前销售额前100名的白酒生产企业当中呢，有近80%都推出了年份酒。市场上到底有多少滥竽充数的年份酒？除了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负责人提到的小企业，这销售额前100名的白酒生产企业，甚至是一些品牌企业中，是否也存在着南郭先生们？这些还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年份酒呢，其实就是一种良心酒，如果厂家只顾炒作概念，用自己的品牌价值来换取一时之力，势必会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和感情，涸泽而渔，最终呢只能是搬砖砸脚。从这点出发，业内人士发出白酒业面临乳制品业相似危机的警告并不过分。
好在面对警告，我们已经看到包括中国白酒三 C 计划等在内的具体行动，但监管缺位，仅靠行业和企业自律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在这方面呢，我们呼吁更多的部门负起责任，还年份酒以真实的年份，还消费者一个安全健康诚信的酒类行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见。